啊！什么感谢？什么感谢？感谢太卡丽丽的，哎，你歌手过去的欣赏，第二个演出哦，本团这边新出的《北部》《雄鹰叫团》，俺们要做开一回，潘经理，好看吗？好看。谢谢什么什么什么感谢？感谢观众朋友，俺们也是今天的上下节歌，然后代表俺们团长。 这位林平桥先生因为感冒呀，重感冒无声啊，陈排先生太假严重，所以来代表对以前来发言。感谢，哎，你主办单位这位客家委员会，再感谢客家单位，这位你高树国小，感谢最成功的演出，算上最辛苦的，这位哦，哎，你的拓演导演陈胜发陈导演，哎，掌声鼓励，哎，谢谢。 谢谢，谢谢，感谢感谢，感谢陈导演哈，郑云大家都很辛苦，大家哦非常辛苦，还有我们的音乐设计王明辉，王明辉老师，来，我们来，舞场领导徐刚强老师，感谢感谢，还有谢谢我们前前后后大大小小的工作幕后人员，谢谢感谢，什么感谢什么感谢。 泰嘎，本团这边新出北部《雄鹰乐团》，希望还把有机会到台来演出，好不好？好，感谢感谢，什么感谢？祝福泰嘎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平安快顺心，什么？祝福泰嘎，祝你顺行快乐，大家。谢谢。